苗栗县私立广爱教养院有一个爱跳舞的院生，他在表演场合当中许了一个愿，希望能够拍出跟偶像刘德华一样的照片。而婚纱公司知道之后，立刻提供了10个拍写真集的名额。有院生的更希望透过美美的照片，找回失联已久的家人。蔡依林舞曲手脚利落，双脚一劈落地，舞步超有水准，身上男子现场秀一段。十位教养院生到婚纱店做造型，议员拍婚纱的小心愿。照片，拍帅帅的照片。先生不要动哦，好，坐好了，不要动哦。好，眼睛闭起来，好，闭起来，好，闭起来。他会把眉毛挑起来了。修眉、法式造型，就连挑衣服也都是教养院生自己挑选，就连拍照的 pose 也不用摄影师烦恼，教养院生专业程度不输模特儿。13年前来我们院里面之后，他就一直家属都没有再联络了。他以前在相依为命的那个阿嬷也去世了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家人跟他，他等于算是我们的家人。许多院生却是希望透过帅气找回失联已久的家人，从没拍过沙龙照的教养院生，这些照片将让他们永难忘。中央新闻江建中苗栗采访报道。